大家，我们是东京走桥，我是包包，我是文安。我们今天要介绍几个拍摄东京铁塔的好景点。这里是都营地铁之公园站出来的之公园，然后我们先要带大家去看看在哪里可以拍到好看的东京铁塔。一出来的之公园的草皮上就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在搭往二楼的方向走，那边平台可以看到更大的东京铁塔。这边二楼的平台更没有遮蔽物，所以拍起东京铁塔更漂亮。然后另外一提呢，这边白天的时候风景很美哦。位在真上寺旁雄野神社的上坡道，也是拍东京铁塔夜景的好地方哦。像我这样拍就对了。在真上寺的里面啊，你可以连着真上寺的本身啊，跟东京铁塔一起拍照。除了拍摄东京铁塔以外，我们也推荐上去东京铁塔的观景台，在那里白天夕阳、夜晚都很有特色。东京铁塔旁的高级餐厅五开旁边的斜坡啊，也很适合拍东京铁塔哦。另外，在赤羽桥站出来的十字路口这边，也是另外一个拍照的好地方。我们很建议到六本木之丘的周边拍摄东京铁塔，也可以登上六本木之丘的观景台，连同东京铁塔一起拍摄东京的夜景。以上就有几个拍摄东京铁塔的好地点喽。我是包包，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